这做生意最厉害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，而是你赚了多少陌生人对你的信任。因为只有信任你的人，他才会选择你，支持你，这些都是用钱买不到的。所以我们要做到不坑人，不骗人，不害人，堂堂正正的做人，这才是你的价值。你一定要相信善良方得人心，合力可赢天下，懂得知恩图报才是做人之道。